早晨，今日分享一下啊，快乐系一种习惯。咁啊，我嘅另一半咧系好经常快乐嘅，系啊，佢无情情都喺度笑嘅咁样。咁啊，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系嘛，咁我哋两人行啊，佢就已经我导师啦咁样。我就观察佢，点解可以做到嘅咁样？原来佢经常发吽豆咁样。咁啊，以前我就会觉得发吽豆好浪费时间。后屘我终于明白到一样嘢。他是天生就已經有放空的能力，天生已經可以隨時入定，這是大師來的呵呵。因為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冥想啊、靜坐啊那些，那十幾年的時間這樣都，即是後來想一想，我平時因為我都挺喜歡用腦想東西的，那腦就習慣了24小時都在運轉這樣，原來我的毛呢就是運轉的毛這樣，佢個毛咧就係唔運轉嘅毛啊！咁我學到喎，唔知點解。我嚟到台灣之後，發覺開始自己突然間有啲發吽豆嘅時間啊 ，lucky 唔知點解學到啊！咁無端端望住個窗咁樣，跟住再望一望個鐘，咦，過咗十分鐘噶啦！真係呢個係自然地走入咗冥想嘅狀態。咁啊，自然啦，一切順其自然啦嚇。祝大家平安喜樂啊！平安喜乐啊！今天的国语好像差了一点，哎，没关系，拜拜。